梦见爱人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死亡，那如果梦见爱人死了会是什么意思呢？怀有身孕的人梦见爱人死了，可能预示你会顺利的生下一个男宝宝，并且会母子平安。创业的人梦见爱人死了，可能暗示你虽然能赚到钱，但是不能贪心，守住旧业。谈婚论嫁的人梦见爱人死了，预示你能够解开两人间的误会，破镜重圆。做完这个梦，大家是不是心有余悸？这也许就是在劝告你要珍惜眼前人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。